OK， 好，那现在好久没有看过在录音下就是辉泽和欧巴斯的比赛，他们俩经常在友谊赛呀、什么的就经常打，但是在正式比赛的话嘛就很难碰到。第一是对努努的欧巴斯努的话一般都得啊啊啊，对 这种场合，对一百分比的时候塞菲罗斯获得成功的话，特瑞是真的输入错了就拜拜了。哇哦，这个不是 smoke， 两次索拉的人，索拉应该给啊、哦。对，先啊，应该空下是错了。对，对是。但我用塞菲罗斯的时候也经常空下是就有点怕，位置错了就直接下。好，现在我这个 DI 很漂亮，好像上 DI 上，就是那个在天上重心的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好，83。这个时候如果 Sephiroth 没用到他的那个翅膀的力量就更麻烦。好，哦，这个漂亮，但是没有甜点。刚才是其实，对这个状态其实真的算是 what？ 哦，这个距离，对这个距离非常漂亮。啊，这个刚才是刚才对理论上他挥着已经差不多胜利的那种啊啊啊啊，好，现在对这个是最跟对跟 Terry 打的时候最着急，一下子着急了，然后现在他利用了哦，对这个状态啊98好啊，对，没办法，但还好这是 BO3 啊 BO5， 所以嘛先看看他的习惯就好。但是啊啊啊，这次有点先恢复自己的精神。对哦，这个状态也其实这个对局其实有放板的可能性，两次直觉回场就可以。哦，我也把我哦哦哦，嗯，这个是主要就是欲望太大了。嗯，对。我这不要叫，但是对，已经对手也知道哦，死吗？哦，但是130，已经变成了格斗游戏和动作游戏了。哦，这个还没打到问题。对。但是啊啊哦，切不了切不了，对对对，特别快加上哦，特别快加上那个，这就是没有跑那个很近的那个加农，嗯那好像有人说加农为数不多。但嘛，加农第一是他不太喜欢阻止回墙，但是 Terry 的话还行，对，哦，对，慢慢慢，这个，但问题是这个，OK OK， 加农。哈，这就错了吧？嗯，来，哇哦，应该自己回家，完全不懂，完全不懂是不行。耶、yeah, 啊，对，这个是我的，对，输入用加农是，这个是还是加农？暴风腿，好，但是。哦啊，应该还哦，对哦，如果成功的话可以啊，对，
那还好，现在其实欧洲来说也其实还可以。现在 ，Oh my god！哦哦哦，一把输了。对，但是这个加农也已经，因为就是努努是其实他不太喜欢新的角色，所以第一条命喜欢完全是算是就拜拜的。但是他也已经差不多知道了，差不多知道之后的他的选择是反手，所以更麻烦。对，努努其实还比较卡把的。暂时。暂时。不行。好，暂时。没有。没有死，但是马上死。好。不行。哦。能解。好，那就感觉马上进击了啊。马比林。打七十，但是那这样吧，我就下不啊，对，但是比较好的是好的，但是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就是 Terry 的魅力是稳定度比 Luigi 高嘛，对，高很多，爆发，对，偶尔觉得 Luigi 高一点。主要的问题是回头已经用了 Luigi 不太多，所以而且Nuno的打法是。对，对，是的，所以就感觉其实，对，还是 Safe 罗斯呀，对。哦，这个完全漂亮的一个阻止回场，但是先被打，这个是关键的百分比，如果早点死了就麻烦了。哦，对，要是这样打就 OK 了，就是没必要打。打法其实正确，你看能不能稳住。对，对于来说，对，接近的方式，慢慢打，对，看谁先。对，接近的方式还是 water。这种比较风险大。对，他如果被对先哦。哇，这次有点意思啊！如果加农也胜利的话，有点完美。但是，哦，这点如果欧巴斯诺是能击下的发，哦，这个其实回头来说，其实百分之很高，而且三条命，所以就刚才的下笔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因为选择一些风险高的高收益，因为这 block 没有成功，但后边还有一个成绩。哦。暖和二七了，我不见得了，哎，我就我的哇，这个对，好，先处理好，但是已经输了两次吧，这个有点，这个如果一比一的话估计还会做可以，但是加那没任何一个地图都是会直接回家麻烦，所以就是明天升级阶早点击下就 OK。感觉 Parry 的话，如果就是接八六的话，已经可以抓住。那么先这个，哦，这个大翅膀，后头是可能会被远。对，但是啊，这个读到了。对，虽然怕他的第一什么的，但是自己不应该的死的方法。对。但是其实啊，刚才也是，对啊，明白，因为刚才是那种是被一种控制，就是墙壁来控制了，所以很难接近什么的。对，现在首先是有小，还就在这个板，对于他来说，哇，这个非常漂亮。对，好，先。好，现在88，然后如果这个来，好，是这个血板。没跳了，好像。空前，蓝。对，他。下一次。对，下一次可能好一点。好，现在完全是不好说了，但是这 Safe Loss 一个连招就拜拜了，所以还是。哦。但是
但是哇，这个好像是因为刚才任天村的那种先打到人了。嗯，我以为是我以为是下臂，但是好像可以这个啊五，然后有机会了。哦，这个五，这个 Tory 的回转非常对对，刚才但可能没想到吧，刚才的那个控后的那个，哇，对，因为这个韩币，我一直说韩币的魅力不是那么高，而且大家一般很少去对比，对，一般都会用一些无敌的开镜这场，对，所以就是虽然他的下 smash 来可以，哦，但是我一般是没掉了，啊对。现在完全是优势，但是所以 Tory 来说一次被场外就麻烦，但是场一直在场内的话，李正山 Tory 会胜利。今天也是 OK 来这个把杀，嗯，哦，这个漂亮，这个非常的漂亮，这个不错，但是顿住了，是个血板，前头左手伸吧，哦，但是要过了啊。我们推荐这个，啊，这个东西，哇，哦，很快，哇，哦，好，有点贪了，刚才不要那么多下，后头出去不一样。喂，啊，我还是一样。今天他不要接，哇。这个有点，五十六，不对，反方向，掏 DA，但是很稳啊，很稳，哇，是，哇，这个扎飞，谁飞？激进起来了，扎飞啊！这个什么？哎，跳了，为什么？自己回家，嗯，为什么？啊，是不是？哇，太明，太明了！真的吗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不死，哇哦！我不知道。不算加农吧，反正阿比亚好，先再点绝，再一点，还是这个，对，因为估计，对，先百分比是麦当娜是 Tory 是还行，主要是哦，这个想哦，这个是他的，对，他对已经他的习惯是 crack shoot， 但是他先哦，对，现在好，你们双点。哦，好，现在就一下子有 Tory 的时间了。哦，对，上边是其实对的。好，现在是关键。Tory 来说，马上就击杀是有那个优势。哇，这个，哎，刚刚真连吧？刚才感觉上 B 死了。对。但我对，哎，你们就去我好，这个时候好来了，哦，这次哇，真的啊，我 no，
真的真的。哦 ，OK， 好，处理好了。抓住，先连招，伤害非常高，69。那这个是维佐有点精神有点不太好的时候下逼的，疯狂的下逼，然后不会不会不会，但是下一个是会死啊。但是如果刚才打的方法啊，哇，154的话还行，已经动作游戏了啊啊哦，互相都有。好，现在先我。哦哦，还没死，嗯，又来了，哦，嗯，啊，哦，九啊，九啊啊啊啊！真的吗？这个太可惜。对，那个是石匠的，恐怖的，哎，他的速度，嗯，咦，哦，哦，第二次了，对。嘛，而且任天宗加上就是突然的敌也新鲜，嗯。好，现在如果以前那样打的话，其实回走是 OK， 但是这个是实际上一条命的那种，就压力之下能不能坚持下去？嗯，对，努努也是相当。相当注意的那个打法，这个这个哦哦哦啊，这个哇哇，对，如果有翅膀就 OK 了。但是好，现在这个百分比是 Sephiroth 一个错误就拜拜。哦哦哦，不会不会不会，但是哦。哦哦、啊、哇，没死，但是啊，把我把你啊，我你哇，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是不是？哦 ，I don't know。啊啊，耶、yeah! 耶、yeah! ！啊 ，OK。好，3-2 Overthrow， 恭喜。